好意思打搅你们，我们在找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理查·汉奈。小姐，看到你，好高兴，真的好高兴。哎，你放开！有人在吃免费午餐呢、啊，看起来菜色不错啊，吃相很难看。嗯，啊，那边那边，那座。哦，那个啊，那是不是个大庄园？是是。请问那个庄园的主人是？啊，一个英国人，佐顿教授。请问这个地方的名字是不是叫做？是不是这个名字？是吧？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我要试试看我的运气吧。是是是。这里就是你的床了。有有有，真好真好，谢谢。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了，可以吗？哦，当然很好，谢谢。那我去做饭了。我可以帮你的忙吗？谢谢你。拜托，警察，谋杀犯，开门开门，警察警察，开门！他们现在在门口了，不要开门，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这儿。赶快开门，配合警察，开门开门。哎，算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让开，先生，我会付钱，多少？五英镑，现金吗？宁愿也收支票吗？别跟我开玩笑！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快点给他嘛！赶快开门，警察，警察！乡的有钱人啊，太好了！包括了本乡的警长，